李总，向老先生刚刚睡着，你要进去坐会儿，等他醒过来吗？他床旁的医护仪器已经搬走了，是不是代表他恢复得很好？是啊，向老先生这两天体征稳定，没有任何排异现象。那我先去忙了。谢谢。 怎么会在湘俊家？湘俊，彤彤。